师傅，不好了，明明煤气中毒了。啊，快带我去看看。果然好大的煤气味。坨坨，快去把房间的门窗全部打开。好的，师傅。喂，120吗？我们这里有人煤气中毒了。好，我们马上来。师傅，您快看，救护车来了，咪咪这下有救了。太好了，快把咪咪抬上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病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只需好好休养一下就行了。刚才真是太险了，要是再晚2分钟就救不回来了。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你们救护车来得真及时。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，为了不浪费每一秒宝贵的时间，我们的救护车司机和救护人员每时每刻都做好了救人的准备，一点都不敢松懈。我这边刚放下电话，他们就已经都在车上坐好了。太感动了。坨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阿弥陀佛也和救护车司机一样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众生在三界火宅里面，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遇到危险，所以阿弥陀佛也是每时每刻都做好准备，只要一接到求救电话，他就第一时间动身赶到现场。哦，真的呀？为了能够说走就走，阿弥陀佛连一秒钟都不愿坐下来休息，而是一直都站着。你想一想，以前看到过的阿弥陀佛像是不是都是站着的？哎呀，还真是这样的，阿弥陀佛真是太慈悲了。善导大师观经书言，问曰：佛的尊高不可折然轻举，即能不舍本愿来应大悲者，何故不端坐而复击也？答曰：此名如来别有密意，但以娑婆苦界杂恶同居，八苦相烧，动成违反，诈亲含笑，六贼常随，三恶火坑淋淋欲入，若不举足以救迷，业系之劳何由得免？未思意故，力搓即行，不及端坐以复击也。亲，遇到危险的时候记得给我打急救电话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会第一时间来救你的。南无阿弥陀佛。